止携带酒精等易燃物品的，包装完好的，重量是超过2公斤、60度以上的白酒是不允许。通过我们的安检，符合我们这个规定的，是会允许的。按照南京市轨道交通条例是禁止在车内饮食的，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加强管理。车厢里面是禁止这个醉酒造势的，我们是有权进行劝阻和制止的。